去二楼吃饭。今天有点困啊，昨天睡得太少了，这两个小时。Hi, you have okay. I'll open this door for you. Okay.那个，我们一个墨西哥籍的同事，他在这热饭呢。这个双肩背已经坏了。今天是有点困啊，困得不行，但是也坚持着。这个拿手拿开，这是手机充电线，水瓶。昨天一位朋友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惊呼啊，你过的什么生活，过得这么苦，真苦过的。我说行吧，我说我都已经习惯了这个杰克啊。这里边看看哪个是需要热的，好像都还温乎啊。这个需要热一下吗？这个困得不行，刚才困得好困呐，睡了两个小时，昨天差不多。现在一个是努力保证睡眠，另外一个就是尽量不迟到，这两个任务有点不大。行，他之前那个同事还有55秒没热完，唉，这就行了。然后准备热这个饭，这也热一下吧。这个就是那种速冻米饭啊，有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白的，一种是棕色的。这个是早晨拿锅煮的那个菜花，速冻菜花，闻闻，应该没事啊。这个里边是，也是那个米饭，凉不凉啊？不算凉，不算凉，不算凉。这个有点凉，这个热一下。脑袋有点胀，感觉睡眠不足，睡眠不足。好在今天没迟到，今天还行，没迟到。啊，这个也热一下，一会儿这个。昨天那个黑人女同事不是情绪激烈吗？说是不来了，今天又来了，估计昨天消火了，火气有点减弱了，就来上班了。哎，我把这个手机充上电，手机。两相插头的。困呀困呀。困。感觉要昏死过去一样啊！你要是一困的话，就很麻烦，就很麻烦。这个里边是
三星 S10 的手机，拿出来，来充电。嗯，对，就充上了。够了，哎，这个就不用热了，这个已经欧了，这个热一下，这个今天跟一位已经回到国内的朋友聊天，还在隔离啊，大约是10月3号或者10月4号才能出来。继续表达了对美国这边的生活的不太习惯啊。先搁这儿吧，先搁这儿。他也是算了一些经济账啊，觉得这边攒不下钱啊。说收入不高的话就攒不下钱，这边主要是房租比较高，然后医疗方面呢比较贵哦，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。他回国的话就不需要再租房子了，这么黏呢这个。希望他都哎，29秒，希望他回国一切的顺利吧。我今天也是想了好多，觉得这边也是，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没意思啊，生活这边挺没意思的。但是呢，生活已经有惯性了，我还目前比较适合这个工作，这个工作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压力啊，比较适合我。天天晕晕乎乎的，天天。今天这饭也是吃不了啊，挑着吃吧。早晨煮了一个鸡蛋，吃了几小块面包，但是不禁饿啊，面包有点不禁饿。这个米饭应该是挺禁饿的，米饭。哦了，这个是速冻米饭，2种颜色的，然后这里下边是这个面包啊。速冻米饭，这是花椰菜，不是叫什么呀？西兰花，花椰菜不是吧？花椰菜是圆的吧？啊，再见，午安，午安，困了，困了，吃完趴一会儿，睡会儿觉。